不论地盘大小和不同类型，最重要是确保工作人员的安全。只要大家上下一心，工地安全意识提高，雇主雇员同样都会受益。安全是需要众人合作同心才可以达到的目标。建造业安全奖励计划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同心合作的例子，将安全放在首位，达到零工伤就指日可待。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公司一直秉承慎微笃行精足致远的理念，透过推行一系列创新安全管理方法和活动，加强前线管理人员和工友的安全意识。在扎铁笼前，我们会和分判商进行安全会议，制定图像化的扎铁笼施工流程，以展板的方式展写施工场地上面，将安全标准具体地展现出来。地盘特别设计扎板十字孔，避免铁链滑出，再绑上保险线以测安全。地盘积极推行建造业关顾新人工作安全计划， N 及 P 标志代表了新进场和新入行的员工，识别后可分别提供合适的安全训练和安全指导，减少意外发生。我们在打石屎工序时特别采用了特制有盖隔音屏障，以减低噪音和减少尘埃，同时防止了石屎碎飞出对工人造成伤害。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公司将继续坚持以人为本、以安全为先的政策，努力提升员工的安全意识。多谢。工作安全很需要大家的参与和合作的，咁当然唔少得你哋啦。Heidi 分开工，我会集中精神，二次小三。